心寒雨将同她的绯闻男友一起出现，这又是一条爆炸新闻，当红女星神秘男友身份曝光。我可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毕竟我苏小小这天桥一姐可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。你以为我听不到是不是？把他给我扔下去！你听到我说话没有？你快帮帮我，他是个骗子，他是个假粉丝，你快点，你快点帮我，帮我修理他。他是我老婆。说好不对啊，公宝，怎么这就说出来了？怎么可能？就他，他怎么可能是你老婆？其实，我的父亲与许一晨的父亲是老战友。退役后各自接管家族企业，就定下娃娃亲。我和许一晨也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可惜我的母亲去世得早，我更是在一次劫匪绑架中落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，所以有些自闭。父亲为了我殚精竭虑，家道也渐渐中落了。好在我总算是在父亲的关爱下，渐渐的性格积极向上，成为了一枚元气美少女。一晨，你是开玩笑的吧？他怎么可能是你老婆？你怎么可能结婚了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们出过钱你的事。好像我愿意一样。老板，我去买咖啡了。你的脚没事吧？哎呦，我们许大少爷不在国外招蜂引蝶，反而回国招惹我。你说我是该表现的受宠若惊，还是让你滚呢？你说什么？离我远点，臭不要脸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的父母下周回国，所以许夫人是不是应该收收心，回家学个做个菜？
相机！许一成，你这个祸害！你拍我相机！你别过来！你可别想对我施弄什么！呸呸呸！我可警告你，美男计对我没有用。今天你要是不赔我相机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这张卡，拿去花。许一成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要是吧，要算啊。许总，咖啡还要加糖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说你怎么进来的？孕妇给的。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没想干什么。我可警告你啊，我和那些花痴小龙女们不一样，没那么容易上当受骗。我真没想干什么，我只不过啊想提前跟你演习一下夫妻恩爱的样子，免得到时候露馅。许一成，你怎么乱弄人东西呢？这不就是一杯玫瑰茶吗？味道还一般般，也不知道你放了几年。你喜欢？喜欢我就帮你把这家公司买下来，以后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。许一成，这么多年我都没舍得打开这茶，你随随便便就把它给喝了。你不仅毁了我的初恋，还拆了我的礼物。初恋？初恋是我兄弟。好了，老婆，你先别生气，我答应你，再也不动你东西了。滚！谢谢你老婆。其实你不知道，这么多年在国外，我都不敢打电话给你，很想你，却又不敢打。因为我怕你不接。你打电话给我，我会接的。真的吗？喂，老婆，睡了吗？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去做饭给你吃。最近啊，学了门好手艺。就是啊，是是是，我还要减肥呢。嘘，不吃饱饭还要力气。久等了。哇，就这，这就是惊喜吗？我做这个很辛苦的。那就加顿吃了。
我你听我解释，我跟韩雨娥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关系，都是他们乱写的。你懂什么？我生气的根本不是绯闻好吗？而是这么完美的照片，竟然不是我拍的，唉，简直又毁我天桥一姐的名声。没关系，他怎么自拍就好。我不是。多猛料等着我挖，下午还有个重要的会议，振作振作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到底完美。没事没事，我没事。哎，你先进来吧，别在门口站着了，我头发还是乱着呢。我先去换个衣服。今天有点怪怪的。尽管我和许一晨已经结婚了，但启明毕竟是我的初恋，就算不能跟他在一起，还是希望我们是朋友。更何况在许一晨出国的这段时间，一直都还是季启明在照顾我。这让我有种错觉，以为我还没嫁人，一切都还和以前一样。唉，我知道自己对不起季启明，也知道终是自己让他失望了。只是我已经嫁给了许一晨，也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季启明幸福。
你好。这是你哪个明星女朋友啊？许老板，一会儿我们去哪儿呀？难得周末，要不我们一块儿去吃饭吧？我知道有一家很不错的餐厅哦。哼，我也知道有一家很好吃的餐厅，要不要我带你们去啊？好呀好呀，你说在哪里，我们一起去。走吧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苏小姐。老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这次玩笑开大了，还是赶紧追上苏小姐解释一下吧。哎，算了，我自己打个电话吧。没想到咱们处变不惊的徐总也有害怕的时候呀。这丫头啊，真是会捣乱。喂，颖儿。喂，奕晨，你在哪里啊？你怎么还没到啊？我有点事儿呢，你再等我一下吧。说好了的呀，你说好了要陪我出席的，我们要去抢掉那个宋真雅的风头，怎么说话不算话的呀？好好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徐总，要不然我给苏小姐打个电话解释一下。算了，走吧。真是气死我了。那不就害了。这个资料您还是亲自看一看吧，我觉得内容有些欠妥，关键点都模糊不清。我现在没有时间看。没事的，徐总，放心吧。这跟想象的工作完全不一样嘛。接下来就交给你了，好好加油吧。
苏小小，你呢？可可。可可，你在看什么书呀？你为什么不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呀？都是一些小孩子，没意思。我们家一晨哥哥真是穿什么都好看。女儿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处理，走了。想跟他打个招呼，宋大明星，你的做派怎么越来越低级了？啊？这么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吗？你要打招呼，你去找他呀！你来我这里干什么？哎呀，我就不是想来看看你吗？这谁不知道啊？我们是这个圈子里的好姐妹呀。是，我们俩关系最好了，谁不知道啊？我干什么你就要立马跟上。哦不对，是奕晨在哪儿，你就跟一个狗皮膏药一样。哎呀，你这怎么还在用这些 low 牌子呀？哎呀，要不改天我送你几个定制款。算了，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。信息看了没？什么信息？什么啊？是哪位啊？他叫苏小小，是一个狗仔记者。最近奕晨特别关注他，两个人总是死混。这女的长得还没你好看，还是个飞机场。你是不会想坑我吧？我坑你干嘛？奕晨哥之前都一直跟我在一起，我坑你有意义吗？争得过我？但是，你不觉得苏小小的出现很奇怪？图将边长为 3A 的正方形沿虚线剪成两块正方形和两块长方形，若拿掉边长为 2B 的小正方形后，再将剩下的三块拼成一块矩形，则这块矩形较长的边长为你先自己想想。啊，这道题本姐不会呀。可可，你去吃好吃的好了。对对对，那你有通行证吗？救命啊！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莅临本次的基金晚会，为我们的慈善事业呢做出一份贡献。下面就有请我们慈善基金创始人宋振雅女士上来讲几句。今年赛场的人每个人都有卡，自带独一的身份信息，内部区域必须刷卡才可以通过。要是你没带通行证的话，到处乱走的话，万一触发警报什么的，就可热闹了哟。触发警报？不会啊。姐姐，你不是饿了吗？宴会结束，起码还有一个小时呢。我知道哪有好吃的，我带你去吧。
谢各位的大力支持，我以后也会继续努力的，也希望大家能够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来造福社会，并且成立更多的公益机构，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下面呢，有请我们的诸位贵宾移步到我们的宴会厅。来，宋小姐、王小姐，帮你拍一张。换个 pose， 换个 pose， 啊，超美，超长，对，好，等一下啊，来。感谢王氏集团，晚会开始。老板，出事了，宋小姐的养女可可不见了。什么情况？可可不见了。是这样的，因为可可比较懂事，而且她不喜欢人多，所以我们也没特意派人看着她。不过我已经查过监控了，可可是跟着一个女人走。你的意思是，可可被人拐走了？宋小姐，您看。来偷拍，带个孩子乱跑什么？这破身份不明，什么情况？我们这没有什么身份不明的人啊。宋小姐，您别着急好吗？可是他年纪太小了吗？哪里有什么面部识别警报？居然被你这个小鬼骗了好几次。那我们快点回去，我们不能到此乱跑。
收养的孩子，但是他让我体会到了作为母亲的快乐。他的笑脸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。可是你呢？你居然狠心把这一切从我身边带走！带走？你在说什么？是我救了可可，而且我还受伤了。你还演小小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就你们这些狗仔，成天干扰别人的生活，你伤害我就算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的孩子？什么时候演技这么好了？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的孩子？你别祸害我！你看他，可可才六岁，他那么纯洁无垢的年华，你怎么忍心让人性的丑恶玷污他？你有事冲着我来啊！你全冲着我来啊！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孩子？今天是一个私人性质的聚会，没有邀请是不能进来的。你已经是非法闯入他人宅邸，构成了犯罪。你是不是还有同伙呀？报警吧，还是让警察来处理？你简直不讲道理！我是来兼职的，这里的员工可以证明。一派胡言。这种高档场所来的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士，员工的挑选和培养都非常严格，哪来的什么兼职？什么？没有兼职？不是小狗仔，我跟你说，你再在这儿瞎编，马上叫警察把你抓起来！赶紧叫人抓起来！抓你！骗人了！不是，我明明是被员工带进来的。可可，哥可以帮我证明。严有礼叫可可，我懒得跟你废话，等警察来了你自己跟他狡辩吧。我觉得宋真雅说的有道理，说不定他身上还藏着摄像头什么的呢。对，你拍的那些照片是必须要删掉的，是你自己交出来呢还是我们搜身呢？你给我搜。情况给大家造成了困扰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徐总严重了，徐总不至于吧？这位苏小小女士确实不是被我们邀请的客人，我的意思是她和你们不同，她并不需要被邀请。什么意思？徐总这话说的有欠考虑吧，您是要包庇她吗？不是，您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她可以自由进出这里是因为她是这里的女主人。我家的夫人非常热心肠，尤其喜欢小孩子，她本来想以工作人员的身份照顾一下可可，哪知道闹出点小误会。可可非常的可爱，但是我就喜欢小孩子。陈哥哥不当演员真是可惜了。韩云儿，你不是说他是个狗仔记者吗？我没骗人，他本来就是个。各位，慈善晚宴照常进行，我要带我家夫人回去休息一下。苏姐姐，可可，你怎么喊我姐姐啊？宋真雅是你妈妈，难道看着乖，没事，听话啊，下次姐姐
前亲自下厨做饭给你吃，好不好？你也一定大哥哦。拜。阿姨，带夫人去换套衣服。好的，徐总。受任何的委屈。今天事情我已经压了下来，但是我怕还是会有人去恶意传播，你知道吗？云儿，我需要你去帮小小澄清一下。苏小小到底哪里值得你对她那么好？我到底哪里比不上她？我不要。那算了，明天我自己开发布会解释吧。居然还要为他开发布会，你对我都没有那么上心过。小小，小小，医生，小小。我们回家去。嗯。喂。喂。哎呀，我今天太难过了，他们都欺负我，我现在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，你帮帮我嘛。好好好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许家那小子嘛，我自有办法。来，叫声干爹听听。干爹，乖，这事交给我了，放心吧。公司最近的项目，我们中标的概率非常大。这个项目就拜托您全权负责。我觉得你这个决定还有欠考虑啊。我已经决定好了，您就不用多说了。喂，哪位？小许啊，还认识叔叔吗？叔叔啊，好久不见了。你装什么糊涂？最近许氏集团动作很大嘛，新建区。
围巾，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真是被你们两个给害惨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有杀人，我只是在林柔的杯子里放了安眠药。安眠药？满口胡言！真的，是他跟我说他要跟许一晨结婚，我怎么能够让他跟一晨哥哥结婚？他跟我说第二天要去接他们的婚纱设计师，我就在他的杯子里放了安眠药，谁知道他喝了一辆以后还去开车。我只是不想让他跟婚纱设计师碰头。都是因为你，林柔才会这么惨。我要让你尝尝林柔的痛苦。够了，林柔的痛苦，我看林柔根本就没有死吧。应该没有死，就是因为林柔没有死，所以当年的那场车祸才被定性为交通事故。而且如果林柔真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，薛琪又怀疑整件事是徐一晨有意之言，那么为什么他只问你那天做了什么而不问你林柔的下落，就证明他知道林柔在哪里。哼，以你的洞察力当个娱记真是可惜啊。没错，林柔确实还活着，但她活得很痛苦。痛苦？她能有我现在痛苦？你这个疯子，混蛋！你找死！果然还是你好用啊。别这样看着我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一切到此为止吧。不会坐牢的，不可能。两个贱人，我杀了你们！
福利院的事情，就算曝光，那也是宋真雅的问题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你就这么确定宋真雅不会反咬你吗？他敢吗？就算他敢，谁信？就凭他现在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吗？哎，一环套一环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薛琪，你应该猜到是谁了吧？我当然知道。知道错了，交错就好了。你要是再不好好报警，我可就给你抢走了。你敢？对不起啊。小小，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受任何的委屈，你还欠我个东西。我欠你什么？属于我们两个人盛大的婚礼。经缜密侦查，该市警方成功侦破一起重大绑架诈骗案，犯罪嫌疑人薛琪、宋真雅被抓获归案，幕后主使袁荣凯潜逃境外，正在实施抓捕中。